店长，这生意火爆不是很好吗？这有什么可着急的呀？哎呀，不是悠悠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孙晶晶不是走了吗？嗯，你现在的情况也不好亲自给客人服务了。店长一看预约系统满成这样，就立刻招了两个小姑娘，连夜培训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结果没想到今天早上所有的预约又都取消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 可怕的是，就在刚刚，预约系统里明天之后的时间又被预约满了，然后明早肯定又都会被取消，这样下去，真正的客人永远约不进来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谁是蚊子背后搞鬼呀？难道又是孙晶晶？我也觉得肯定是他。我打听过了，听说他去好几家美甲店应聘，都没有人要他，肯定是他打击报复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在这扯些有的没的了，我们现在来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悠悠，你看，易涵他人脉广，咱能不能托他帮个忙，请他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帮我们揪住这个人来呀？可是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呀，因为这个背后搞鬼的人无非就是恶作剧，就算我们抓到他人。 也不能怎么样吧？哎呦，那你说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你要我怎么办嘛？这样，放弃预约系统，咱们做地面。啊？预约系统的崩溃对我们来说影响确实很大，但是远不如想象的大。这个在背后搞鬼的人，无非就是博一个心态，让我们跟着系统一起崩溃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习惯了网络订单。 就忘记了我们还是有店面的呀，而且我们的店面位置特别好，人流特别大，就算我们没有网络订单，也还是会有很多生意的。再说了，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对吧？对，有悠悠，怕什么？对呀，怕什么？不怕。来，我们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 看一下我们这有最新，帅哥美女，进来坐一下呗。我们今天有新推出的款式，对，适合你们俩。太时尚了，这个颜色适合你，这个颜色适合你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看一下我们这有最新啊！我看一下，这位客人你好，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最新款式？全场六折，你好，这位美女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送花的，请问您是易太太吗？哦，我是易太太。哎，请问你现在在哪儿呢？ 我现在啊，您就是易太太呀？对，我是。这是易先生送您的花，帮我签收一下。来，哦，这里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谢谢。请问这花贵吗？这是99朵顶级的厄瓜多尔玫瑰。 易先生给我们老板认识，打了对折了，很划算的。这个是清单。这么贵，能退吗？抱歉。那好吧。易太太，这个单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束花来自高峰开，正想你想的不得了的老公。哎呦，易涵真的是宠妻狂魔哎。是。真羡慕。话说到了吗？喜欢吗？感动吗？也不用那么感动了。 有没有更爱我一点？花收到了吗？喜欢吗？感动吗？也不用那么感动，有没有？花收到了吗？喜欢吗？太贵了。我特意找了家打折的店买的。可还是很贵啊！这些花你买来干嘛呀？它过几天就枯萎了。 这一点都不实用啊！可别人家谈恋爱不都是送花吗？但我们现在不是在谈恋爱，我们是在过日子。你现在又不能赚钱，
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只有几千块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挥霍呢？是你说结婚太突然了，你适应不了，进入不了角色，所以我才想从谈恋爱慢慢开始，我慢慢陪你适应嘛。可你现在又说过日子了，你这么双标让我怎么办啊？